扎西德勒，新年快乐，祝大家万事如意。我今天呢来这里要跟大家说，就是新年快乐，因为明天是2021年农历新年。今年的话呢，也是刚好葬礼罗莎的第一天。国年这个时间对整个的华人、藏人都非常重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就是正在过春节。我们都可能是像借用过年的这个时间来就累积更多的这个正能量，就是要有一个新一年的一个开始，要更加快乐，更加充实，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在这里呢，除了白年之外呢，我想跟各位说一些关于我自己的对这个过年的感想。因为我是一个讲佛法的人，所以我的分享自然就离不开佛教的立场或佛陀的一些说法。大家知道过去的一年确实是对整个人类来说就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灾难，每个人都经历了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人生。这个经历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过于沉重。不过啊，任何的事情都有一体两面的，所以这个沉重的这些经历当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相信很多人对人生、对生命的意义、对生活的那个真本质，拥有新的一个认识，包括我自己。所以呢，我们确实应该要有一个新的认识。而且在中华文化的这个脉络里面，三个最重要的这个脉络就是道家和瑞家和佛家。所以呢，从佛学佛的人或从一个懂得文化的人士来讲的话，传统文化里面自然会有很多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的印象，也有 佛法的这个说法，往往呢我们会用在自己的一些生活里面，包括我们的很多成语里面也有佛家的用法。所以呢，我们就有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佛法是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起到很大的作用的。所以佛教里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事后未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任何我们经历的东西，这是一个业力的先前的果报承受的。而且如果我们是人类共同面对的话，这叫做共业。所以去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人类的共业。那将来我们又要如何看待这些经历呢？我们知道因果的法则是谁也脱离不了的，也这就是宇宙的自然的法则。所以我们要知道，人也好，人和动物也好，人和人，人和这个大地地球都是相互相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
在过年当中大家团聚快乐，然后就一起开开心心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累积更多的福报嘛？可以，释迦牟尼佛从来不反对我们凡夫人想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较美满的家庭啊，还有这个安乐的生活。所以呢，佛陀也在八万四千个法门里面讲了无数个这个给予我们这个人和给予一些凡夫人的生活当中能够带来快乐和开心的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忽略了这些这个利乐的根本来源，这就是要累积福报。累积福报是真正的安乐来源，但是这个累积福报又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趋势因果，懂得因果。所以多做好事，就是这就是累积福报。另外一个呢，我们人的生活本质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物质生活，一个是精神生活。这两个的生活的这个过得没有平衡，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幸福。所以内心要健康啊，我们心态要健康，才会身体会健，自然会健康。另外一个呢，我们内心要安宁自在，我们内心的这个自在也就是要有个知足的精神，不抱怨，就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直正确真言的一个信念。我相信这样能够我们新的一年当中可以带来更多的祝福、快乐、圆满、人缘、新的机会、新的工作、新的发展。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是借由三宝的加持，就是再次的从发自内心的，就是向大家说声扎西地利，佛祖保佑，阿弥陀佛。